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高烧研究所，我是 Jason。 今天我不打算做任何的测试，而是希望观众你来帮助我们完成一个测试。测试的内容是我会寄一盒球给你，这盒球里面会包含通马的这四款球，各一条，一共十二颗，免费的，但希望你能给到我们一个测试的结果。参加测试的方法在视频的最后，请坚持看完。第一个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带来更多的信息，能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他们适合选什么样的球，或者不同球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同时作为测试者的你也能通过这个测试来了解一下不同球之间有没有区别，有多大的区别。第二个呢，是我对测试者有什么样的要求。可能只有一点，我希望你之前使用的球是比较固定的，不管哪个品牌哪个系列都好，但我希望你有一个固定习惯使用的球，这样在你使用这几款球的时候，你能比较容易感受出来它和你的球之间的区别。第三个，测试方法，怎么样测试呢？首先我希望你带这四款球，包括你自己的球，先到练习果岭上，花至少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的时间，先去进行切和推。切杆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观察球的弹道高低，击球的声音手感，然后落地的滚动情况。然后推球的部分，我就希望你能感受一下不同球之间推球的声音手感会不会有区别，或者你也可以带来更多你自己的直观感受。然后接下来就希望能把这些球带到场下去，在不堵后面组的情况下，如果你能在一个洞多开一两颗球，比较一下在同一个球道、同一个人、同一根杆打出来的不同球距离会不会有区别。然后在做完了这些测试以后，希望你能像我一样找一个录像机也好，手机也可以，用横屏的方式记录一下你直观的感受，然后把这个视频内容发回给我们。可以短，但希望不要太长，尽量在十分钟以内。其实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有计划，希望请大家来合作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测试。如果我们能发现很好的测试选手，我们将来也会有更多的更新的款式和品牌，更多的种类寄到给你来做更多的测试，所以希望咱们能有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那怎么参与呢？现在这篇视频我应该会在公众号、新浪、抖音、优酷、 YouTube 等各个平台同步发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到下面去留言，内容无所谓，但希望我能看得出来你是想做这个测试的内容，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联系你，给你免费发这一盒球过去，里面会有四条不同的款式的球。感谢大家有兴趣的参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到下面去留言吧。